玩连线时间12:00，一百零九月四号星期二。嗰個月四號係開學第二日，即係都係半日嚟啫。星期三好似係快翻全日，要測驗啊！第一堂即刻要。啊，即係原本開學日都覺得冇咩嘢發生嘅，不過對於我嚟講好嬲，因為就話一開學之後就俾人記個缺點，唔係俾人記嘢出嚟，俾人記咗個事，俾人記咗。記咗個名字就話我頭髮過長，而家好似翻嚟嗰陣時咧，即係因為佢無端端捉頭髮，跟住搞到俾人記個小過，唔係記嗰個名字，記名，跟住我心諗一句咁快記名又話唔俾個機會，跟住又話自己好自己嗰、那個。望唔到望唔曬咁多人，即係唔知道人知係幾多個人俾人記。但我心諗有咁多個 Fifa， 咁多個阿 Sir， 咁多隻眼都淨望住一個人嘅啫。我聚焦曬喺嗰個人身上，點解會捉唔曬？我都覺得有啲荒謬。大漏一嚟就俾人記，大佬咩？而家咩世界都咁快俾人記？依然是的。即是在11月13日是这个旅行日， Miss 就提议就去 Nama Island， 即是南丫岛岛玩。啦转了过去。即是他说提议南丫岛玩呢，但我覺得有都唔好，因為我計，因為有啲人暈船嘅會。所以我都唔贊成南丫島玩，但係佢話佢只係提議啫，佢未係話真係想去嘅，聽日可以決定嘅啫。聽日真係可以決，聽日去決定，但係話俾你聽，佢又話。總之不要去燒烤，熱啊。燒烤怎麼看啊？你解什麼東西呢？即係有啲問題，喂！即係你唔去燒烤，跟住有啲人就話去行山，不過行山就話，即係而家夏天就蚊患特別嚴重啊嘛，因為即係我即係會有登革熱，即係所謂登革熱意思就係百蚊煙蚊嘅存在。咁所以就又唔想去行山，跟住個跟住燒烤，唯獨是燒烤呢味嘢冇人。冇人想去，因為都係好簡單啫，好熱。但係11月已經係一個秋天啊！講錯嘢，我以為真係澳洲嚟。澳洲係咁啱個季節係調轉嘅。但係就使唔使提議話係邊度？好煩啊！佢真係。他話會申請呢個 i， 即係要話買 iPad 嘅。如果你係即係你係冇出，唔係要4500多元嘅買一部 iPad， 9.7寸。但係而家新出嘅 iPad 係10寸，即係起碼啲位呢個舊款嘅。但係我覺得唔係，但係呢個 iPad 係申請關愛基金先可以買嘅。但係你係
攞綜援申請全津半津全面半面先可以買，但我係乜嘢都冇。即係意思係話家境有困難嗰啲人先可以先要買嘅，冇困難嗰啲可以一定唔買得嘅。啊！即係交就即係今日交功課，今日嗰件事又要交功課，即係睇即係話俾你聽，冇做功課就一定，即係有聽到有啲人話已經冇做功課，完全冇做功課真係，呢啲唔喐嘅喂，你想攞雙重離線分？巢喺邊？呢個唔見咗，啊走咗。就我就冇做英文功課嘅，即係嗰個 reading 一定夠唔翻。喺今日即係中文 Miss 都講咗話，冇做功課留低做，即係唔夠字數彈翻俾你即刻做。我覺得阿 Sir 即係有啲中意搞自己講危機，之前就話喺學校裏邊就發現咗一條蛇，甚至就話開咗 WiFi 98之後，即係話去廁所唔俾帶手機，之前就話有個人。攞個手機喺廁所度去帶，跟住就原來佢上線上足兩堂，呢兩堂都匿喺廁所裏邊，跟住仲有冇咁誇張嘅？你個 Miss 都覺得有啲奇怪。如果去兩堂喎，大佬要睇醫生嘅喎，點解唔叫班長落去？點解由得佢仲係坐喺度咧？肚痛屙咁耐啊！未試過，我未試過屙足一個鐘頭。我都有啲撞嘢，基本上日都個日都俾人記，喺度有得記啊！你記佢點啊？記五次，我開學第一日就已經俾人記扣一分啦，再扣四次嘅話就即刻記佢點。係嗰啲校服嗰張校服入去維安記錄表嗰張紙，我撕爛再記一次就撕爛一張。而家好似話新增咗呢個咩校園驗毒嗰個計劃，好似係新增咗，聽講咗好似新增咗。不過對於我嚟講唔使驚，因為我都冇吸到。你都知啦，吸毒係一個好不良嘅影響，即係吸毒可能會對身體器官造成影響，所以我一樣都唔會食。我今日剪咗頭髮，即係聽日一定會俾人捉嘅。我出去跑嗰陣時，我見到一個細路穿著白色衫、戴住眼鏡嘅細路，佢眼金金望住我，佢真係全程望住我嘅。我同佢擦身而過嗰陣時，係咁望住我。而家好似有 Battlefield V 嘅 beta， 即係 BF 5嘅測試，好似之前 BF 1咁樣有 beta 出現。係，我估今年中嘅英文堂又中試一樣，都係咁作文作，又作文又 reading， 又作文又 reading， 又啲成嚟練習。啊，總言之，旅遊我真係唔想去開，我真係唔想去南丫島。即係話 Miss 又話去南丫島玩，有咩玩？長洲都唔好啊，坐船坐一個鐘頭啊！你大佬你要預幾耐出門口咧？如果你十點幾，你要六點幾已經開始嘅，因為你都唔知道坐幾耐。我試過屯門碼頭坐過去，大我都起碼坐咗九個字，起碼大約。但係你唔知幾時先有船嘅。
所以我都唔需要咁遠，教會有啲人暈船。但我都認為都想去燒烤喎，因為你十一月幾都算係涼，你呢個十一月幾係秋天啊，你唔再係好似九月幾、八月幾熱到黐線嗰啲咧。因為佢哋係唔中意燒嘢食，燒嘢食會好熱嘅，成日送衫燒個機器，個個唔夠膽燒。但係話俾你聽，少數服從多數，點都要去唔知邊度，又去安慶公寓啊，去把飛機去到厭曬。黐撚線！又話呢個嗰、那個課外活動嗰個報名，即係我舊年中四嗰時就唔記得咗要交咧，所以搞到冇活動。咁但係佢話唔可以唔參加，一冇你份，即刻就上門就揾你，到底你參加啲乜嘢，你要參加。但係我同佢講。但是他那天沒有找我，他在中四的時候，即是我沒有參加，他沒有找我。翻嚟俾人記，即係太嬲。你有冇諗過剪一次頭髮，雖然嘥四十幾蚊？你諗下，四十幾蚊唔係錢嚟。你話剪咁耐頭髮，你係咪真係針對曬頭髮啫？即係又今日又記又捉嗰啲頭髮過長嘅大聲紋，通通俾人記。我見到而家五 C 班嚟咗一個插班生係打人嘅，因為我見到嗰個三面口比較，就佢就係插班生嚟。聽日仲一日半日，星期三就係應戰地獄星期三，我中意叫佢哋地獄星期三。即係個個都係最擔心咧，你遲到。嗱，最少一定唔可以瞓到唔知寫得嘅，因為上次瞓到唔知寫，咁瞓到八點三四起身。我冇買鬧鐘，我唔夠鬧鐘嘅，不過都係。